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贵阳，又来到这个知名度非常高的这个凯里的老凯里的酸汤鱼这个历史名店。今天呢，和到我们这个贺总，和到你的团队在一起，我们王总在一起了，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个你这个团队是个优秀的团队，年轻的团队，是个具有竞争力的团队，也将会在呢贵阳呢杀出一条血路，开辟一个很好的空间，把这个深圳的品牌扩展到贵阳来，做得更好、更强、更大。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希望呢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开怀的饮一杯啊！好，先让我提议，为我们每位优秀的员工，为我们贺总，为我们王总，大家的身体健康。干一杯啊！好，干一杯，干一杯。